欣赏相声《日本梆子》，表演者张九龄、王九龙、张家。谢谢您啊，哎，感谢您的掌声鼓励。相声大会呀、啊，哎，哦，这个网上见过你。相声大会呀、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好节目呢，精彩不断。是，刚才那个说的也挺好啊，叫做全程热恋。对，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啊，是一个很有食欲感的作品。哎呦，哎，我在后来我听见了，我也不知道你们买的票是听相声还是练捧哏的票，我怎么来的？辛苦你们了，哎，嗯，有机会呢多去 Mix 转一转啊，让他们呀下去稍作休息，给我们哥俩换上来呢，陪您各位聊会儿天。换人了，有认识的，有不太了解的，允许我们站在这儿呢，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说一下吧。张九龄，还有这叫王九龙，哎，这是我的名字。哎，我们哥俩呢是德云社九字科的相声演员，是没有什么能力，嗯，但是站在台上呀，得给您卖榜的力气。哎，这是咱应该的。每一个人能在德云社说相声啊，个个都是身怀绝症，身怀绝症。行了，您说清楚了。不知道演员的身体状况，那咱不了解。每一个人都是身怀绝技。不光得会说相声、嗯、别的这个艺术门类啊我们也得触类旁通。您说一说，比如说您想跟相声最近的啊，什么叫评书啊，哦，哪个叫戏曲啊，好，什么叫大鼓，哪个叫三弦儿 啊，这咱都得触类旁通。对对对，您对戏曲方面感觉如何？略知一二吧。略知一二吧、哎、学过那么一点儿。哎，哪天有机会吧，嗯，有机会跟我一块儿。我跟你一块儿干嘛呀？跟我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唱戏去呀！咱俩唱戏。对呀。你可别瞎说来，咱不说相声哪儿跟哪儿的，您一上来就跟我跟你唱戏去。不能光会说相声吧？哦。别的你也得涉猎呀。别的。唱戏呀。什么戏呀？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你不说相声的吗？谁干那下三滥的事儿？你确定你说这话哈、啊？不是，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谁干那么高尚的事儿？哎，不能光说相声。那您什么意思、啊？我在这个私底下呀，是一个戏曲工作者。哦，您喜欢唱戏？对，什么曲种啊？京剧。谁京剧呀、啊、怎么了？京剧咱德云社先生郭德纲老师唱得好啊，但是咱们整个德云社，我们德云三队陶阳唱得好啊，陶阳是京剧神童。对，人家有外号京剧神童，人家唱我还能跟人家抢饭吗？对不对？你唱跟人家抢饭，咱别人比得了吗？你我说我比得了了吗？咱要点儿有病脸行吗？咱我压根我也没说跟他比、啊、那人家京剧神童了，对不对？我说跟后台那哑巴比了，上去了。咱不上京剧，那您在戏曲，别评戏，谁评戏呀、啊？评戏不行，不是评戏呀、啊。在戏曲界有这么一句话，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哦，那您是唱什么的？对，我唱什么的？您问谁呢？您我是唱西梆梆子。哦，唱梆子腔。哎，梆子有很多种的，腔太多了。祖国各地幅员辽阔，您说一说，每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梆子。是的，比如说山东梆子。哎，有山东梆子。山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哎，这您都听说过？这最了解的还是河北梆子。我跟他们都不一样。那您呢？我唱日本梆子。什么您呢？日本梆子，您这还真可，您这哎，日本梆子，日本秋冬马得梆子，现在不要再说下去了，秋冬马得，秋冬马得，不是日本有梆子吗？怎么没有啊？有什么？我把河北梆子的经典曲目改编创新，移植到了日本梆子，在日本当地特别受欢迎。真的呀？太对了！您怎么改的呀？移植的河北梆的名句叫“打金枝”。哎呦，这可是传统的曲目，又叫“梆子上殿”。我知道，我给你讲一讲。你跟各位说说 啊，这个故事的主要剧情呢，说的是一位大将军，嗯、叫郭子仪。对，一位大将军是唐朝有名的军事家、理论家啊，这一辈子呢，可以说是战功。功显赫，没错，最厉害的一个成就，平定了安史之乱，有这记录啊，一辈子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战无不胜。但是各位，谁也不是一上来就战无不胜，哎，没有那么简单。郭子仪一开始是人在江湖，嗯、然后是猛龙过江，然后是战无不胜，在山鸡把铜锣湾收复之后，陈浩南，行了行了，还有大力子，别打岔，不要问题好难，不要问题好难，不是怎么了？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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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您说这是打金枝还是琥珀彩呀，朋友？哟，看串了！哎，魏焕这不打金枝吗？看串了，没有
什么铜锣湾好男，一辈子是战无不胜，就光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哎，后来有这么一句话，什么呀？在中国历史古代也有这句话，叫功高震主。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功劳太高了，哦，老百姓都拥护你了，皇帝的位置就不稳了。咋能这样啊？当时的皇帝叫李世民，哦，他就感觉很焦虑。是唐王啊？因为在外边这怎么流传呢？嗯，我们的好将军，我们的好将军郭将军，嗯，我们的生活都是郭将军给的。没错，就是郭将军给的。对，就是郭将军给的。我们的日子都是郭将军给的。还有王夫人给的。王夫人是我们师娘，叫王慧啊。我们的生活都是郭将军给的。这不用解释。我们叫拥护郭将军。拥护郭将军。李世民。哎，小鼠妹，真的。怎么叫鼠妹了？后来呢？皇帝拥护郭将军。我太拥护了。别说我了，太拥护了。别说我鼠妹好不好？叫郭军啊。哦，叫郭军德纲的。郭军德纲。郭将军啊。后来皇帝呢，就皇帝有点就坐不住了。本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功高震主啊。皇帝晚上躺床上一琢磨，这可不行啊。是，你琢磨这郭将军手里边他又有兵权，他又左膀右臂的，他又得老百姓的爱戴啊。这有一天他要大兵压境抢我的皇位，如何是好？这皇位不保，皇帝胡思乱想，脑子中已经勾勒出那幅画面了。是什么画面？郭将军正襟危坐在马上，嚯，一捋这长髯，拿着兵器冲左右两边人发号施令，多吓人呀！砍死皇上！这什么词儿啊？这山鸡杀！山鸡杀！这还是陈浩南吗？这个没有吗？怎么又古惑仔？别给我提浩南了，我说。抱歉抱歉抱歉，读的书太杂了。没这书太杂了。说你这要是抢我的皇位，我如何是好呢？这会儿有两种办法。哪两种啊？要不然直接给郭将军免职。哦，不行，不能给郭将军免职，因为他受老百姓的爱戴，对，都拥护他。你直接免职了，那老百姓再暴动了，那您说怎么办？那就完了。当时皇帝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什么办法？不伤和气，保证万里江山无忧。您说，皇上出面，皇上呢和这个郭子仪他们两个联姻。什么？他们两个联姻，联姻，这样呢变为一家人啊，以后没有战争的困。这我明白，这我懂。对，联姻是吧？联姻就是那个郭将军跟那个皇上俩人就对外宣布就出柜的时候，俩人联姻能你有病？能上个微博热搜，这个显示一个爆，两家联姻，不是皇上和郭子仪联姻，那你不说呢？是皇上这边出了一个公主，郭子仪郭将军他们家出了一个公子爷。两个孩子联姻，孩子联姻，不是俩老头联姻，那多没劲啊！那多没劲啊！当时呢，皇上这边派出了一个美妙绝伦的公主，还美妙绝伦，哎，这个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哦，谁呀，啊？叫小结巴。小结巴让乌鸦给绑了之后，神奇反应炸弹，你先等我，打死你我！南哥，我想起来了，我中了一枪，不是，那是一枪，替代你，你别唱了，你 BGM 背景音乐。别瞎说，这还是古惑仔的，再没古惑仔了。你别再提古惑仔，再没古惑仔了。小结巴都出来了。这边派出了一个公主，啊，郭子仪这边呢派出了一个驸马，是啊，这个驸马有一机关子，山里边机关子，还是古惑仔的呀。这边呢，郭子仪这边派出了一个驸马，嗯，哎，也是老郭家根正苗红的下一代。哎，这个驸马呢也是人尽皆知，谁呀？啊，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一上了街哈，说这看到不嫌累他都，哎，这没脖子，改郭德纲了，你那个。那咱们好好讲述剧情好吗？好好说，一句都没听进去。当时公子和驸马他们就结婚了。嗯，虽然说两个人呀，啊，结为连理夫妻了，嗯，但是呢，一边是千金之体的这个公主，嗯，你那边虽然结婚了，你也是一个平民百姓。对，嫁过来了。两边呢还是有地位的悬殊啊。本来日子过得是很开心的，后来过着过着呢，有一天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郭子仪将军的夫人，也就是郭爱的母亲，哦，结婚，哦，哎呀，在家里摆了好多桌，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先等，对，我才听明白，谁结婚？郭子仪的妻子就是郭爱的母亲啊，郭爱他妈。对，什么事儿？
鸡那个不是半生日，半生日啊，半生日。不是我听错了，是你说错了呀？我说错了，但是我作为逗哏的不能承认啊。那就我听错了。这个郭子仪将军的夫人郭爱的母亲过生日，哎，又叫结婚，哎。改嫁，家里啊摆了很多桌，当时呢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唯独有一个人没来。谁呀？就是这个公主。哦，我小结巴没来。哎，就这个公主没来。没来。公主不是她不去看婆婆去。那为什么呀？她觉得我虽然嫁给你们家了，但我是个公主啊。对呀。这种事儿你不得下请帖来请我吗？瞧瞧，两边闹了误会了。这个郭爱，也就是这个郭子仪的儿子，给他母亲正过生日呢，边上亲戚朋友这个风凉话就起。说什么呀？哎呀，说你娶了公主，你怕媳妇儿，你根本就制服不了你媳妇儿，你媳妇儿都不听你的，你还是低人一头。当时郭爱就喝多酒了，借着点酒劲儿，回的家里就把公主给打了，打金枝嘛，打金枝就这么来的，就打这儿来的。郭爱急眼了，你那嗒一脚把这卧室门踹开，一看公主还在床上睡觉，心也够大的，揪起玻璃啪啪。左右开弓6800个大嘴巴，不要钱来着？哎，给公主这脸抽着跟小猪佩奇似的。公主不是回民吗？谁是公主？这脸就抽肿了。当时呢，这个公主啊，感觉特别受了委屈，那多新鲜呀！千金之体被打了，怎么办呢？我去找谁说这个事情？跟婆婆说，不可以的。为什么呀？婆媳之间永远不能说这些问题。您是最了解的了，你知道吗？我想说，不能说这些问题。那跟公公说，那我去找郭子仪将军啊，一辈子带兵打仗，深明事理。对呀，该着他们家出事儿。为什么呀？郭子仪将军。在家哦，不在府上怎么办啊？公主一怒之下闯入了皇宫，是找自己的父亲当今圣上去告状，找皇上了。哎呀，当时这公主就闯入皇宫了啊！皇上那个寝殿的门口有那小太监拦着，得把守啊！您别进去，皇上正睡觉呢啊！那这个公主说：“你我都跟小猪佩奇似的，都这样的，我凭什么不能进去？”小太监给推开，是一进去之后，这公主气儿更不打一处来，得来气呀、您闺女都挨打成什么样了、啊？还在龙。床上睡觉，你瞧瞧，你给我起来，快起来吧！一撩着被子，这边是他父亲，边上躺的是郭子仪。我没猜错啊，我就是年家有一个事情，这不就是俩人出柜了吗？哦，不是不是，皇上郭子仪俩人，不是边上躺着一个妃子，皇上 cosplay 过去，妃子叫郭子仪。皇上好这口，别问了，解释不出来了。你说我根本没设计过这个桥段，我告诉你，这不是死变态听的好戏吗？公主就说了啊，说父皇啊，父王，您赶紧起来看看吧。您看我就跟佩奇似的了啊，我这弟弟跟乔治似的。您得替我伸冤做主。当时皇上也急眼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要严惩郭将军一家人。您琢磨呀，郭子仪老将军他们家在朝里当官这么多年，是多少啊，通气是很快的，感情近。哎，知道，对对对，有感情。对他架不住皇上枕边风吹呀。提前告诉他，哎，这个郭子仪将军第二天带着自己的儿子郭爱上金殿上给皇上道歉去，绑子上殿，绑子上殿，嗯，打金枝是这出戏整个的名称和剧情，绑子上殿是其中的一折。我明白了，我就把绑子上殿这一折改为了日本帮的，改为日本帮的，日本人特别的喜欢，日本人爱看吗？前些日子，哎，我是不是有一阵消失了？你不进去了吗？你，我进去之前，我什么时候进去的？这是犯罪来着吗？犯罪之前，犯罪那可不能再做了。去日本了，去日本了。8月份，9月份吧，我记得。啊，对，9月份，八月底9月初，对吗？去日本哪儿了？哎，坐那个皇家葬礼号游轮。葬礼号啊？你坐可能泰坦尼克号，你坐的可能是。上日本了。葬礼号。上日本商演去了。哦，您啊，绑子上殿打金枝，改为日本帮的，日本人特喜欢。日本人爱看，马上第二轮，第二轮日本全境巡演，全境，哎，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小点，对，这个意思啊，那个屁大点地儿转圈去了，日本全境巡演，啊，还得去一趟，这回估计可能去不太成了，不是，您说怎么就去不成了？因为什么呢？少了一个搭档，
然后您唱这边还得需要搭档。太对了，我之前有一个搭档，是后来得脚气死了。您这胡说八道，得脚气不至于死啊，这痒痒挠死了，挠死了，一边挠脚心一边乐。哎，够不幸的，一边挠脚心，哎呦，你怎么这样？哎，有这么一个朋友，现在少一搭档，少一位，哎呀，还不知怎么办呢。啊，我怎么乐意去吗？谁呀？你乐意去吗？我有病了，我跟你去，有报酬吗？有报酬吗？瞧您问的啊，往这儿一站，就跟谁不是商业演员似的。你是商业演员，我出去能白演吗？啊，我能白演吗？那怎么着？对不对？啊、哎，必须有报酬。有什么报酬？商演合同都签好了。我听听具体的什么合同。嗨，我也不是特别好意思说具体说。因为呢，首先为什么不好意思啊？啊，他这份合同写得很清楚。您说，您介绍一下。不管吃。这我就嗨，我就行，因为我对吃不是很在乎。不管吃，不管吃可以吗？我跟他们说，啊，只要是钱给够了，不管吃我咱自个儿吃，这是明白的演员，是不是？自个儿吃，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每场10日元上98%的税。完了，我给人家送了8条中华，60人保险，我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好不好？咱俩一块儿去，你帮我把这风险转移一下。是你脑袋让狗屁呲了，你知道吗？这包听这耳朵啊，像话？你有病是怎么着你？哦，就演一个日本梦的，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每场10日元，上多少税？98%，那就没码了，那就你有病吧？你怎么想的？你是？好了，你图什么？我问问你，白说了，各位，废话，你图这一句话，我就算白搭啊，算白搭了，算白搭呀。很多人跟他们说这个商业条件，有病，你那是，大家都不爱理我，是废话，甚至有的人往我脸上啐痰，无所谓，无所谓。我当时跟他们签这份合同的时候，各位，我能不知道钱是好东西吗？废话，他就没给钱。当时日本的主办方跟我说了，嗯，说张老师，咱们这是头一回日本全境的巡演。您不去过一回？那不是巡演，哦，这不是那天试验，你瞧，这不是全国巡演。咱们是头一回日本的全国巡演，哦，所以呢，经费十分有限。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在乎这些的。但是您到了日本，一下飞机之后呢，我们保证给您最高规格的那种接待的礼遇。有什么待遇啊？到时候您一下飞机，那好多那个日本小姑娘就举着那个横幅欢迎您，写着那个欢迎张九龄来日。没有那么高啊，没有那么。来日本，本有一本字窝进去，别窝进去，展开了，欢迎张九龄来日本，别指我啊，张九龄来日本，来日本。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就这些个事儿，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还得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经费只有这么多了，但是当您演完出之后啊，我们给您拿点我们那个。私底下的馈赠的礼物，好不好？我给您送到房间去，好不好？什么什么礼物？私底下代表着日本的礼物，带点寿司，三文鱼，拉倒，金枪鱼，三文鱼我就去他那儿吃，那都不值钱了，都爱吃呢。啊，你吃不了海鲜呀？带点那个日本的什么？日本有什么呀？我说我也跟他说，我说您好，主办方同志，我不爱吃这个海鲜呀，刺身。那能值多少钱？您放心，张老师，不是海鲜刺身，我们把那个礼物送您屋里，叫我们日本什么叫什么 A 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女人的那个，能先送到您屋里去。完了呢，一关门我们就不管了。您要是去一个人呢，我给您屋里送4个；去俩呢，给您屋里送8个。啊，当时我一琢磨就这样吧。你要是不乐意去呢，我就找过继林去。不是，你先等，你先等。你要不乐意去，我找过继林去。我都忘了。你有病吗？今年冬天就今儿冷。什么样的？我是过气的吗？我不要给我扇扇。不是，我今天有点热，我很冷，有点燥，我今儿穿少了，我感觉很冷。不是，我那个什么。哎，不去就算了。哎，不，我找郭麒麟。不，郭麒麟傻。不是，师哥，郭麒麟傻。师哥，不是，我跟你说，我可以去。郭麒麟傻，你别说他嗓子，他是嗓子好，他肾不好是吗？都随根儿着都，他这玩意儿都。我可以去。真假的？不行，我去吧。10日元，98%的税。有病啊！我给他交100人民币，好吧？100万人民币。那我那个好好那个8条中华，我给你出6条啊，也行。我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这弘扬这个什么传统的。我爱唱这个，好吧？我爱这个，你也爱喝一帮子，我也爱喝一帮子。那行，
那咱们俩就一天到头哇，没说清楚，你着什么急啊？怎么了？就是怎么着？我刚才我没听太清楚，怎么着？最后就是干嘛？你唱完戏之后，就是美国干嘛？一人几个是这 A 的，我都不知道，都没跟。就是那个这什么？你说说明白点。啊、就是一屋给送四个，四个什么呀？就 A 什么女什么的，我不懂，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啊！一屋送四个，一屋送四个，对，等于俩屋，咱俩，咱俩去，咱俩是一个屋俩屋，两个套间，俩套房等于是。咱俩去，开俩。两个床的房子，咱俩睡四个床啊，有毛病。两个总统套，两个总统套，一个人是四个，我俩是八个。八个，你听我的吧，你听我的吧，好吗？我来七个，来一个。不行，你头发已经剪少了，你不能毁自个儿了，真的。我来完七个，我这剃秃瓢的我就爱了。我没事，我头发七个看不出来了就没事。那也行，明天你还用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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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那咱俩在这儿，你那一个又不累又也给我，不行，给我包个橘子不行。是为了艺术，我比你还为了艺术呢。哎，给我削个苹果。那咱俩在这儿啊，咱们得排练一下，这玩意儿不能老拍，老拍累着。不是，排练日本帮的，排练日本帮的，排帮的，排帮啊，行，必须得排练一下，不用排了，因为那个主办方的合同写的很清楚、嗯，如果咱们演出成功呢，是把那个女优送到咱们屋里，好，如果演出不成功呢，把咱们哥俩送到男优的屋里。那屋呢，大概有八十多个，半年没找着工作，还是排排吧，排排吧，排排，好不好？还是安全，对呀、啊，为了生命的安全，对对对，当你能回到祖国的怀抱，对对对对啊，咱排练一下，排排吧。主要人物就俩，嗯，一个郭子仪，一个郭艾，哦，这一人俩，哎，一个父亲，一儿子，啊、嗯，这样我给您便宜，什么便宜？你来这个郭艾，我来，我演你儿子，我演你爸。我拿门演你爸，我爸招你了，我说你拿门演我爸干嘛？我扮你爸，你这玩意占便宜啊，你扮我爸干嘛呀？你占便宜的干嘛？废话废话，郭子仪大段唱腔你来了吗？你来了吗？我唱腔是差点，你是不是得留存体力？对对对对，我唱这般，我一般我都得让那七个唱，对不对？好不好？我来郭艾，你都干嘛？我不懂。行，你来郭艾，好，不是我来郭子仪、啊，你来郭艾，我来郭艾，好不好？就这么一会儿啊！我给你化个妆啊，给你化个妆，这叫 cosplay 是吧？哎，是给你化个妆。干嘛呀？你把妆闭上，我得低头。唱日本方了吗？哎哎。有点味儿吧，这个。象牙的护板，吓我一大跳！上朝嘛，象牙的护板，护板，好不好、啊？咱给小日本看，不得看点全乎啊？对对对，咱们现在转到后台，啊、河北帮的肩膀往上就走，好不好？好，听我教点吧，我教点。来来来，就这么绑着了吗？对，好、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为了这七个没事，再绑，这就是绑，不紧不紧。哎，开心。兔子得趴死得开路一把死。你们这什么词儿啊？这都什么玩意儿？裤子开了谁扒了谁？什么词儿、啊？我说的是日语。说什么呢？趴死得趴死得开路一把死。您解释解释好不好？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草长莺飞的早晨，我一觉起来呢，我得知了我儿子把皇上的姑娘给打了，这可是欺君之罪。我赶紧带着我儿子上金殿给皇上道歉去。如果皇上要是不满意呢，您把这小子宰了，我也没脾气。您要是饶小子性命，我们一家以后好好的给您卖力气。我应该说这么多话了吧？日本话就是简练，这么省流量的是吧？哎，来来，好行，哎。裤子得趴子得开路一把子，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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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藏，变藏，你斜面的看我，斜面的看我。叫我呢？别别，你干嘛叫我？哎，低头啊！哦，到底哪边？低头啊！低头，低头。
哟，别打了，我累死你！我跟你说啊，你凭什么打我？我打你怎么了？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就拿着鞭子打我？凭什么打你？凭什么打我？我这是什么呀？什么？王子上殿给皇上道歉去，我不打你两下，皇上能出气吗？皇上不出气，咱们一家子满门抄斩，那不懂事儿啊！你要这么打剧情、等于不是您真心想打我。废话，我打你干嘛呀我？哦，打我是为了给皇上看。你把皇上闺女打成小猪佩奇去了。是我这瘾也上来了。对不对？我打你是为了给皇上出气啊！我不光要打你，还得配合我。我怎么配合你、这会儿你的人物是你的酒还没有醒呢啊！你还在这个昏昏沉沉的状态，还蒙着呢。我拿这火盆，我啪我一收你、你还用最恶毒的语言去辱骂我。你去辱骂我，霸天龙，我不是，大哥打我，你就骂我啊，嗨，这是辱骂你那个，这么辱骂我，我炮楼丢了都，我这说了这个，就自行补一下自行，裤子得叉子得开路一把子，将蹦蹦长。能回来丢地球是吧？还跟着买呢？报告，我招他们了，我没多少体力了，我跟你说。裤子得扒子得开路一把，叫蹦蹦跳。哎呀，别跟地上我，又叫我了，叫我了。地上，地上。你就要向我求饶，我求饶。打到第四下，我再叭嘎，你就两位的。男的喊我，我上哪儿逮你去呀？我这怎么着啊？第四句，两位第四句，我得裤子得扒子得开路一把子，将大旗军人将蹦蹦跳。前面你看过，地上扒嘎，嘿，扒嘎，嘿，扒嘎，嘿。亚麻得论顿大大大以雷唱大普得唱瓦德西奴死了的西门台一不台一索西最不一不得有道气我这日本疯子，我去你的吧！